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真就是真心，妄就是妄心。哎，哪个是真心，哪个是妄心，先搞清楚。用现代话来讲，情绪化、观念通通叫做妄。放下那个情绪的，就是要稳得住。再来就是不要落入观念，观念就是对境起种种的对立，那个都通通叫做妄。啊，妄的当体即空就是真。所以诸位，真妄双极，你只要牢牢记住离妄即真这一句话，如果抓住关键，你就悟道。不可以离开妄心，另外找一个真心。诸位，这一切相知道妄即离，就放下。不可以一直强加种种的观念，众生就是这个陷阱，跳到另外一个陷阱，另外一个陷阱又跳到这个陷阱，这一直在找答案，那个答案就是陷阱，就是这样子。